大家好，我是原上的金星。你觉得今天自己表现得如何？我个人是觉得我讲话，我觉得我讲的蛮有道理的。我第一天晚上我就写满满的。其实我蛮紧张的，就是有点小紧张，有一点紧张。哦，你刚刚太紧张，对，太紧张了，真的超级紧张了。后面想想，我逻辑有很多漏洞。我觉得还可以更好啦，我觉得我表现啊之烂哎，出皮肉了。我今天同时帮到好人又帮坏人。我觉得我今天很幸运，因为我刚好会发到一个精神，我就是一个无敌状态，应该还蛮好。的吧，毕竟我有站这一边哎，前面都还 OK， 可是后面的话，我就是做了一件很懊恼的事情，就是我把八号读掉了。有没有信心被选上？有吧？他比我还有自信。有吧？哎呀，我都点成这样，再没选我啊！乱讲话。我自己觉得我这次好像稳很多哎。哦，刚才那一局因为我是好人。对。哇，稳得很。稳啊！很有自信哦，你自信。哇。我觉得我是国际巨星，我可能今天比他好一点啊。国际巨星，我觉得一定要在节目试杀一下。爸爸是希望你能选海选选上吗？希望啊。他说你一定要把那个机票时间改了，他就逼我把我什么住宿，我订了七间住宿，全改，全改。我为了这次的海选呢，还去拜师学艺啊。在你们的班会上，偶像是谁？韦静，他也是做效果做得很足，但他其实也是。脑袋满满的东西，对，所以我很喜欢看他。我觉得暗恋很强哎，我会很想要像他一样，就是慢慢越玩越厉害。其实我很喜欢秋风者，因为他很帅，因为他帅是不是？对，然后而且讲话又很可爱，然后又有思考逻辑。我也是秋风者，是因为他帅。对，他当狼，我是就是对看不出来。小赖是我的，当然是偶像。对对对，我们之前有一起玩过，然后小赖真的是就是。演的真的是很好，我是喜欢韦静，因为我觉得他表水超级厉害。我是林九，因为我觉得他盘东西是很有他自己的，对，钻研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个大师。我很喜欢豆豆，我喜欢豆豆，对，他很漂亮，而且他脑子很清澈。然后那个林九，林九也很厉害，他也聪明哎，对，林九吧，林九啊，豆豆我觉得都不错。你是哪一种玩家？我怎么觉得我是韦静型啊？偶像是小赖，坏人讲得很好，然后好人讲得很坏，这样。觉得我们今天表现不错，那我们下一次就是还可以再来这边。要到哪里找好看又聪明，就会有效果。好了，希望评审可以给我机会，变得跟爱恋一样强。请评审们给我一次机会，选我，我一定会带起狼人杀的一股。博旋风潮，评审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这次太冲动了。也是需要我们这种的节目才好看啊，对不对？拜托要选我，拜托，我刚刚是太紧张而已，我的能力是更强的，真的，拜托。评审，我真的很想来录影，就是我是从这个录那个狼人杀是我从小的志愿，我从高中的梦想就是坐在这边玩一次啦。那下一次就不用来了。我是说，我希望我可以，就是可以肯唱秋跟我舞蹈教室的同学说，你们看我上了，这样不管好不好都没关系啦，被骂我自己担。我觉得有我的话，收视率应该不错。有自信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一定可以，就是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狼人杀。虽然我是直觉系的，但是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很成功的。直觉，谁有可能不被选上？很残忍哦！3、2、1，3跟8是谁？你不是在桌游店打工吗？你看我当选是吗？对呀，我当选了。我居然有7天，他们想淘汰你。你现在有悲伤的感觉？往那边等。没关系，我们在顶峰相见。